特别好吃的一款啊、哦，叔叔爱哥姐们，对的，就是说对的，调料也很足。刚才开来的那一头是哪一个？再给家人们看一下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红薯粉啊，家人们，红薯粉。多少包调料？来一包这个对不对？一包这个粉啊，红薯粉，哦一包，豆腐，一包豆腐，两包，三包，四包，五包，六包，哇塞，整整六包，叔叔一个姐。对的，家人们，六包，咱就说整整六包啊，整整六包，你们难道说连方便面？连方便面的那个调料都没有这么多啊、哦，其实，对吧？这个比那个好。你看这个你看到了吧？这个粉也是。这个粉吃着特别好啊，家人们！刚刚阿姨莫都在吃啊，阿姨莫都在吃啊，我都在吃。喜欢吃的就去拍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旁边是谁？旁边是陈经理啊。旁边是陈经理啊，家人们。Hello， 你们好。旁边是陈经理，你们有些人应该不认识陈经理。对的，刚进来的可能有些不知道啊，陈经理在这里呢啊，微微付不了。付不了，退一下，退出来，然后再点进去，可能就可以付了啊，家人们。但是有些地方是付不了的，可能那个物流干嘛的啊，发货特别远的，有些可能就付不了啊。那些软件可能镜头放正，放正了，放正了。家人们啊，满满的六桶啊，还没有拍的，赶紧去下方小黄车，赶紧去拍，满满六桶。今天在咱直播间23.9米，拍一番六啊，家人们，拍一番六啊。我要宽的，这个没有宽的，这个没有宽的，这个只有细的，家人们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不是细的？这是看见这两个字没有，家人们？成熟，对不对？成熟，咱吃过的都懂啊。对，这个牌子的咱就不说其他的啊，咱就不说多的啊，家人们啊，咱就不说多的，吃过的都懂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叔叔阿哥姐们都说让你坐中间一点，来你坐吧。我这个位置太挤了，家人们。也为了支持陈经理啊，支持阿姨莫的直播间，赶紧去拍啊，家里家人们，整整六桶23.9米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咱平常去那个线下买一桶，是不是都要去到45米？家人们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咱直播间给家人们说啊，今天拍的是23.9米，发六桶啊，整整六桶啊，哪个说话，哪个不说话，哪个不说谎？再说啊，家人们。对呀、啊，再说呀。赶紧去拍啊，下方的小黄车，赶紧去拍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特别好吃的一款，咱吃的这一块的，特别是懂的，特别开胃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哎呦，我陈经理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家人们。没有生意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有没有生意啊？怎么可能没有啊？有吧，家人们？看一下吧，有没有声音？有声音啊，家人们。有声音，有声音。有啊，有啊，可能网络有点卡啊，有家人们都说有，还没有拍的23.9米啊，给家人们今天发的是啊，拍一发六啊，对，拍一发六，满满的全是满满的调料啊，满满的调料。陈经理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家人们，有没有吃货啊？咱后面进来的家人们有没有吃货？像阿姨莫一样有吃货的，赶紧下方小黄车里面去拍23.9米成熟的酸辣粉啊，23.9米，拍一发六啊，家人们，拍一发六。赶紧去拍啊！妹妹越来越有。咱们现在逢年过节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多拍两箱放在家里面。有家人们，比如说吃这个油腻的8+1喝多了，对不对？也可以，都可以减8+1的。对。拍回去，咱保质期是10个月，保质期10个月啊，家人们可以放置10个月的，所以你们拍回去放在家里面。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吃。有家人们回来，对不对？自己的孩子啊，在外面工作的呀，现在逢年过节了又回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不想吃饭、啊、干嘛的，就早上啊，这个中午啊，晚上，咱们饿了，对不对？不想煮饭，那就咱可以泡一桶吃，家人们，特别好吃啊、哦！咱们自己都在吃的。平常陈经理在自己办公室不想吃食堂那个里面的饭的时候，都自己泡一桶吃的。小黄车在哪里？小黄车在下方啊，在下方，我给你们看，家人们。啊，你给家人们说一下、啊、叔叔阿哥姐妹，阿姨莫教你们啊，怎么去下单、啊。对了，家人们，你们点到这里对不对？点到这里，然后点那个黄色的小黄车，然后咱去抢购啊，抢购之后呢，咱点那个地址之后提交订单，对不对？然后下滑，你想付什么就付什么啊，叔叔阿哥姐妹，你想付什么就付什么，然后提交。地单，然后咱就可以买了，知道吗？对的，
来这样吧，拍了还没有拍的啊，还没有拍的赶紧下方的小黄车去拍，家人们，然后咱们这个就下车了好不好，还没有拍的赶紧去下方小黄车赶紧去拍，谁好不好，谁想买你那破东西不好吃，你不想吃喜欢吃的 就去买好不好，家人们啊，然后最后倒数十秒吧啊，来叔叔哥姐们赶紧去吧啊，十赶紧去吧叔叔哥姐妹们，马上要没时间了，拍了三的，谢谢谢谢家人们的支持，就很好吃的，赶紧去吧，再给家人们一点时间吧，你看这么快就那个啥了，八拍了一单了，来家人们最后十秒、啊、家人们还没有拍的赶紧下方小黄车赶紧去拍，喜欢吃的就去拍啊，不喜欢吃的咱就哥哥姐姐们那个了啊，马上要煮了，咱没时间了，你们想拍的赶紧去拍呀，七还没有拍的啊，八从八开始，从十开始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叔叔爱哥姐们你们看一直在动，十我是叔叔爱哥姐们一直在买，知道吗叔叔爱哥姐们，所以说你们赶紧去拍，叔叔爱哥姐们赶紧去拍，我知道你们想吃，八去拍啊，赶紧去拍啊，你们没有七没有拍到的赶紧去拍，知道吧，不然要下车了，六七叔叔爱哥姐们咱才五七六叔叔哥姐们四赶紧特别划算的啊，赶紧特别划算的一款、啊、叔叔哥姐们特别划算啊，我要买下方的小黄车啊，下方小黄车可以下拍知道吧，四五从五开始快点，四去拍叔叔哥姐们，谢谢三小啊，谢谢你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，我马上下车了、啊、你们放放心心的啊，你们收到了肯定是好货知道吗，一好下车啊，咱没有拍到的啊，就以后看一下以后有没有机会再给家人们推荐啊，对来给家人们聊一下嘛啊，叔叔爱哥姐们，哎呀妈呀拍了都拍到没有，家人们拍到了就好，都拍到了没有啊，都拍到了是不是，是吧，咱们怎么人都走完了，家人们，你姐呢？拍到了啊，拍到了就好啊，家人们。我姐去忙了，家人们。他姐去忙了啊，阿紫去忙了，家人们，有点事情啊，有点事情去忙了，啊，咱在拍到的在公屏上面扣个一了，我看一下有多少家人们拍到了啊，有多少家人们是没有拍到的啊。最后一刻，最后一刻一拍，怎么不早点拍呢，家人们？陈经理唱歌啊，陈经理又不会唱歌，是不是老叫陈经理唱歌？都拍到了啊，家人们啊，还没有给阿一墨点关注的，咱把关注也点上啊，后面进来的家人们，对不对？我也拍啊，拍了就好了啊，家人们拍了就好了，然后咱们就聊聊。放心啊，拍了就是那个。拍了啊，咱们拍了，明天就发货啊。嗯。嗯，必须支持你们，谢谢谢谢家人们的支持啊，谢谢家人们的支持。来家人们现在直播间2000个人，咱把那个粉丝灯牌点亮起来，左上方啊，左上方，对，咱把粉丝灯牌点亮起来啊，拍了支持，唱首歌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支持妹妹，对的啊，咱要支持妹妹的工作，对不对，妹妹工作就是干这行的啊，可以干这个的，给家人们啊，给家人们分享好东西的，哎，没进步很大也没有啊，家人们比翼总帅啊，家人们咱这个话就偷偷的说就行了，不能说陈经理比一总帅，这样子老板会回来会批评我的，来对不对，我给你们唱一首歌吧，你又给家人们唱歌啊、嗯、你一下等一下家人们都跑了，给家人们都跑了，对不对，叔叔爱哥姐妹，我妹妹又给家人们唱一首歌了啊，你们不要跑啊，家人们你们可不要跑啊，你们不要又被我吓跑了就不好了啊，对的，好好听妹妹唱歌啊，家人们好不好，你给家人们唱一首什么歌，金色口诀吧，哇那个好听，谢谢家人们的支持啊，谢谢家人们的支持，比老板帅多了，咱这个话题不能在这里说，等一下老板看到对不对啊，家人们都这样说的话对不对就不好了，是吧，给你们唱一首金色的口诀，家人们，家人们咱上人上人公屏上面懂得啊，规矩都懂得，对不对？听妹妹唱歌了啊，家人们，老板也很帅，对，老板也很帅啊。给你们唱一首这首歌吧。家人们，上人上人上人，好不好？你坐过来嘛，坐过来给家人们唱。咱把直播间分享分享啊，家人们上人上人。
是谁留下金色口诀，在静静的夜里闪着光？是谁拨动金色口诀，穿过黑夜，掠过山岗？是谁把你精心制作？是谁把你珍藏心间？是谁让你无限期待？是谁让你深情牵挂？阿妹站在青春边，阿妹的口诀激动着缘分。妹妹唱歌是好听啊，家人们。阿妈坐在昏黄屋檐，阿妈的口诀诉说着过往。我愿是那金色口诀，永永远远挂在你的身上。我愿是那金色口诀，悄悄诉说诉说你的心愿。好听，好不好听？家人们，咱们把双倍点赞点出来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哇，妹妹唱歌是真的好听啊，虽然平常工作不积极，但是唱歌好听啊，家人们。没有没有，咱们双倍点赞点出来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听好听啊，妹妹唱歌好听啊，家人们。是谁留下金色口诀，在静静的夜里闪着光？哇，你看家人们，只要有足够给妹妹信心，是谁拨动金色口诀，穿过黑夜，掠过山岗？双倍点赞点出来啊，家人们觉得好听的啊。珍藏心间，是谁让你无限期待？是谁让你深浅牵挂？阿妹站在青春山岗，阿妹的口诀牵动着远方。阿妈坐在昏黄屋檐，阿妈的口诀诉说着过往。我愿是那金色口诀，咱们赞赞叠起来，双倍点赞叠起来，家人们。我愿是那金色口诀，悄悄诉说诉说你的心愿。后面彝族的我就不会听了，我就不会唱了，家人们。特别好听啊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咱把赞赞点起来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哦，妹妹唱歌唱得这么好听，咱们一家人也要给妹妹足够的信心，对不对？对，咱把粉丝的把点起来，必须要点亮起来，知道吧，帅哥姐们？哦，妹妹唱歌啊是好听，平常呢就是工作方面也不是很积极，啊，总是想一些没用的，但是唱歌呢，妹妹唱的确实好听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咱对的就把赞赞叠起来，把双倍点赞点出来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是喜欢啊，喜欢家人们是听妹妹唱歌的啊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妹妹唱歌这方面还是有天赋的，对不对？人不好唱好也没用，哎呀妈，挺好的，家人们，挺好的，唱歌挺好的啊，唱歌唱得特别好听，这样吧，你再给家人们还想不想听？我唱一首《遇上你是我的缘》给帅哥姐们听吧，不知道。再给家人们唱一首啊！我不知道上得去还是上不去啊，家人们。然后咱把直播间也分享分享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上人上人，家人们上人上人，直播间也分享分享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
三赞点起来，家人们，把双方点赞点出来好不好，家人们，特别好听啊、哦、妹妹唱歌是。感谢送来的小星星，咱礼物就不用刷了啊，家人们。蓝天上的相思是这弯弯的路，我的梦都装在行囊中。现在还没一点，咱也不敢看直播啊，真的是。一切等待不再是等待，我的一生就选择了你，遇上你是我的缘，守望你是我的歌。亲爱好听的，亲爱给那个妹妹唱歌好听的，把赞赞点上去啊！把赞赞点一点，家人们。就像山里的雪，莲花。就像山里的雪。好听好听好听，陈经理你打了吗？我哪有打他啊，家人们不要乱说啊。叔叔爱哥姐们唱的不好听，你们不要介意啊。好听对不对，家人们，其实妹妹唱歌是特别的好听，真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可能妹妹这个嗓子还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啊。也没有的啦，对不对？可惜了可惜了，就没有去学那个去学那个音乐， 对， 对不对？还是比较可惜了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现在没一点才艺啊，还不敢给家人们开直播啊，真的啊。你看妹妹会唱歌，我给家人们开直播就是纯属的聊聊天。哎呀没事的啦，也不敢给家人们直播了，现在再这样继续这样下去，因为真的没有一点才艺，不敢给家人们直播了、哎、对不对？那你不要说这种话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你唱的好，真好听，是吗？陈经理不会唱歌呀，好听就好啊，好听就好，家人们，一老头嘎了吗？唱成这样子，真好笑。再来一首。阿姨莫好听，棒棒的，确实好听啊，谢谢家人们，阿姨莫唱。谢谢夸奖，家人们，谢谢啊，太。各有所志，对的、哦，各有所志啊，妹妹还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天赋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家人们呢，咱平常。对不对？也不要再去说妹妹怎么样子，有麦克风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哎呀不需要什么麦克风，我又不是歌手。可以，以后给你配一套，真的给家人们唱歌，对不对？阿姨莫再来一首。不用了吧，不用了，家人们，咱把赞赞点上去啊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因为阿姨莫唱歌确实好听，咱把赞赞也点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谢谢你们，家人们，咱把赞赞也点一点，对不对？以后再给家人们啊，以后再给阿姨莫配一套那个设备，只要他唱歌唱得好，只要人，我如果人上到了3000，我就唱一首。他们都说唱一首，那人上到了3000，我就唱一首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那你们把分享分享，把咱直播间分享分享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人上到了3000，我就给你们唱一首，好不好？现在有点听话了，那不听话的都不听话的话都。不知道怎么那个啥了，而且阿姨们再不听话打打屁屁啊，家人们，我姐都要马上远走高飞了，我还再不努力的话，真的我姐都要离我越来越远了，是吧？你感觉现在对不对？你姐离你越来越远了，是吧？啊，亏你还会想啊，阿姨们你也看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谢谢送出的兔兔，谢谢礼物，咱就不用送了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咱不需要礼物啊，家人们，咱就把那个粉丝的吧点起来就好了啊。对的，点一点、啊。咱把那个粉丝的吧点起来就好了啊，咱不需要礼物啊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不要刷礼物了，家人们啊，咱偶尔娱乐一下，打打 PK 啊，那个时候就可以刷，知道吗？对的。但是现在的话，咱就不用刷礼物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咱就点那个黄色的小爱心，点一波粉丝灯牌就够了，知道吗？粉丝灯牌也不是挣大家米，怎么样子？那个东西只是说为了啊，就是跟大家更好的一个互动。对，如果后期啊，家人们有点到那个粉丝灯牌，点了有升到3-4级的啊，就可以设管理。4-5级，四五级可以设管理啊，家人们。妹妹有福相，对对，真的有吗？没有吧？哎呀妈呀，哪里呀、啊？真的是、啊、搞得我都要马上飘了。你们不要、啊、你们老是叫陈经理来一首，这样子好不好？
你们把直播间咱啊分享分享，然后上人上到3000，陈经理给家人们唱一首好不好？对，因为陈经理觉得现在没一点才艺真的不敢开直播了啊，所以家人们这么想听，咱就把人数上到3000，把咱直播间人数达到3000，陈经理就给家人们唱一首好不好？家人们啥话都不用说，直接唱一首好不好？陈经理你看可以不？把人数对上到3000，咱就那个啊，咱就陈经理就来一首好不好？家人们你们，但是陈经理呢也没有什么才艺，陈经理为人呢啊就平常做做事儿还可以，但是啊才艺这方面哎呀就反正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吧，可能家人们啊没有办法啊，没有办法啊。家人们咱们人数啊上去上到3000，陈经理就给家人们唱一首啊好不好？上人对的，你俩成一对，不能吧？不能的啊，这个咱不能带这个节奏啊，家人们对不对？我给家人们来一首啊，赶紧把啊站在也点一下，把人数上到3000。来，叔叔阿哥姐妹，陈经理要唱歌了。我来一首什么呢？来一首什么比较好？家人们，我也不会唱呢，对不对？老叫我唱。你会唱什么？咱两个要不给家人们合唱一首吧？你会唱什么吗？我这也不知道啊，这个，成都唱吧，唱成都吧，要不？成都也不好吧。你看他们都说唱成都嘛，但是成都也，咱也不怎么会唱啊。没事哼一下吧，叔叔，既然叔叔还跟前面都想听的话，这样吧，给海南阿木的唱一首好不好？那个阿国节曲好不好？阿国节曲 啊，阿国节曲，叔叔爱哥姐们唱哪首的？快唱快唱，掉人了，快唱咱们的。来，我也会唱这首歌，给家人们唱一首吧，给家人们啊随便唱一首，但是你们不要见笑好不好？最近没有直播，家人们。有个美丽的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阿国吉曲莫，她心上的眼神美得如瀑布的水，让我流连忘返。她穿过山海的每个相思，阳光轻轻温暖的心房。你唱吧，她的善良温暖，你唱呀。我都不会唱了。我好久没听过这首歌了，我决定不唱。冬天就像是来，春天它又准备歌谣。他即将开始他的新的人生，他美丽的家里。天就快亮了，我的心却哭了，酒却始终喝不醉。我不敢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，阿爸爸爸阿古贼，阿爸爸爸阿古贼。不好听啊，家人们。就是纯属的娱乐娱乐啊。舍得我错过了你，可思念又何曾放过我，或许有天都来不及道别，而你是我的牵挂，而你注定是我的牵挂，而你注定。唱呀，我没唱。天就快亮了，我的心却哭了，酒却始终喝不醉。我不敢
石头，阿爸爸爸阿古贼，我阿爸爸爸阿爷们。就快裂了，我的心却哭了，酒醉书中喝不醉，我不敢再看你，头一眼都是痛，阿爸爸爸阿古贼，我阿爸爸爸阿爷们。人都唱走了一半了，见笑了，家人们，纯属娱乐啊，纯属的娱乐，你们啊。就是不好听，也只能勉强的啊，给家人们听一听了，对不对？家人们勉强听一听啊，就是纯属的给家人们啊随便唱唱。我给你们唱一首我们彝族的歌吗？什么什么歌啊？真的，现在家人们，我觉得啊，没有一点才艺都不敢给家人们开直播了。我给你们唱一首彝族的歌啊，家人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听我们民族的歌。但是我们今天啊，我都好久没有在这里唱过，我都没有在这里唱过我们彝族的歌。花桥流水啊，我今天就在给你们唱一首彝族的歌吧。我还听不懂你这个。经过破梦的阴谋烧梦，我从你看过不下路，好听吗家人们？我也觉得好听啊，但是咱也听不懂啊家人们，对不对？真好听。咱也听不懂啊，把咱站在点上去啊，好听就你是阿哥，四季多么，四季多么，我从你不够阿拉苏。我都听不懂，但是我觉得好听。金箍老梦啊，金箍老梦，就不你卡过不萨布。我走着暗谷，你游着暗谷，怎么自离不？赞赞点一点啊，家人们！梦啊，梦少梦啊，梦不，你是暗谷。那不卡罗卡不是不是。家人们还是听懂了，你看，觉得好听好听。哈哈哈哈这个其实说听不懂，但是这个旋律特别优美，对的，家人们。其实要是家人们你听懂的话特别好听的，他是唱的是看看你这个跑掉了吗？没有啊，他还在那个啥呀。四月了吗，四季走吗，就从你不够阿拉苏。好听好听。心不老梦啊，心不老梦，看看陈经理，陈经理在这里啊，家人们 ，Hello， 陈经理一直都在。旋律好听，家人们就听懂了旋律。怎么自离不？
人莫破梦啊，人莫少梦啊，梦多你是阿哥。好听好，家人们。不卡罗卡不是不听不马卡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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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唱了，好听好，家人们都要跑了，不用唱了，好听对不对？跑了，其实这首歌呢啊，是咱们一个米族的一个歌曲啊，对，米族的一个歌曲。然后他讲解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人在外面，然后可能对一个家乡或者是对某一个人的一个思念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但是咱听不懂他内在的东西，但是大致的意思我是懂了啊。但是家人们，我相信很多都是听不懂的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在咱直播间的有多少是少数民族的，有没有，家人们？你怎么知道啊？陈经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看了那个歌词的一个意义啊。陈经理好样的，感谢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。咱们有没有少数民族的？比如说贵州的苗族啊，广西的那个。苗族啊，都来，家人们，上一波人吧，怎么人都跑了？唱一首歌，人都要睡觉了吗？难道？因为你唱歌可能太困了，家人们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而且你有少数民族的是吧？少数民族的，咱们是不是都有自己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歌，是不是？对，民族壮族的、苗族的都有啊。还有那个新疆的，咱们都有自己这个民族的歌。上人啊，对对，上人，家们分享一波直播间好不好？人都跑了，我的天哪！难道阿依莫的唱，阿依莫唱的歌是多么的，是太难听了吗？家们啊，像伤感的歌曲。伤感的歌曲，这个就已经很伤感了。刚刚阿依莫唱的那首歌，就是对一种思念。阿依莫有细胞，音乐细胞没有啊？没有。音乐细胞，阿依莫是有那方面的天赋的。哎，莫是有那真的好听，谢谢你们夸奖啊，谢谢。上人上人，对，家人们啊，咱现在时间还早啊，跳舞是吧？怎么就这点人呢？来跳舞吧，给你们跳，给你们跳科目三啊，家人们。我不跳。家人们，上人上人，对不对？现在难道人都睡觉了吗？不可能吧，现在才9点钟啊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都？妹妹太棒了，谢谢，我给你们跳个科目三啊，家人们，给你们跳。你天天跳科目。你这个，给你们跳科目三吧，家人们。你一跳科目三，怎么人都走了？怎么一跳科目三，人都要跑了，家人们？哇，很深情，好听没有啊？聊聊天吧，没有没有，跟家人们聊聊天吧，对不对？嗯。家人们啊，咱就聊聊天。没有，我们来了是吧？来了就好啊，你们俩跳，不跳了，不跳了，还是跟叔叔阿哥姐们聊聊天吧。上人啊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咱直播间咱怎么才这一点人呢？对啊，是不是妹妹唱歌特别难听，所以就把咱家人都唱跑了，全部不爱听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你们是不是不爱听阿依莫听唱的歌？要是不爱听的话，咱就不唱了。他们都去看新闻去了。以后咱就不看了啊，家人们，咱把站在点上去跳不好，看还是唱歌吧，唱歌也不好听呀。你的声线太想念，太想念好一点。太想念是怎么唱？不知道哎。啦啦啦，太想念，太想念，是不是这样子唱的哦？都去聊天。他们逛去。都去聊天了，来咱直播间聊天啊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咱要经常聊天，对不对？这样才能增进和家人们的感情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来，家人们。咱把直播间分享好不好？分享一波，家人们。然后咱聊天的同时也把赞赞也叠起来啊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妹妹你阿姨可爱，阿姨本来就可爱啊，对不对？妹妹本来就可爱。东哥去。然后后面进来的家人们，咱没有给阿姨莫点关注的啊，喜欢阿姨莫的也把关注点一点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喜欢阿姨莫的啊，儿子不宝贝，女人和儿子不直播了。他们不直播了啊，今天可能有点事情啊，家人们有点事情不直播了。然后具体什么事情呢，咱也不说了，不方便说。因为我们昨天才，家人们，昨天我们才来到湖南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也知道是不是？然后可能
这边有很多的事情还要等着老板和咱们又去进一步的了解。因为今天是阿紫和老板他们都不在，所以我就过来看妹妹了。她比较皮，也过来看看她有没有吃饭干嘛的啊，所以我就过来了啊，然后跟家人们直播直播，然后聊聊天干嘛的啊啊。陈经理和阿姨莫很般配，不能乱带这个节奏啊，家人们是吧？千万别给直播间说陈经理。对的，咱不说啊。陈经理晚上好，家人们晚上好啊。后面进来的家人们晚上好，咱怎么直播间才这一点人呢？是不是啊，家人们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在湖南吗？湖南哪里？我们在湖南啊，这个邵阳这边，家人们在邵阳这边啊，邵阳这边很多家人们都知道的呀，我们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很多家人们都知道的呀。东哥是谁吗？东哥还能是谁？家人们，你们说东哥是谁？东哥肯定是。东哥当然是咱们的老板啦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陈经理是四川人吗？对对对对，陈经理是四川人啊，家人们。四川的，我们四川乐山的，家人们。乐山。因为很多家人们都知道啊，咱们是哪里人都知道。一米几啊？陈经理一米七几啊？一米七几？家人们啊，陈经理一米七几？啊，黑粉太多，黑粉以后也是咱家的朋友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他们说以后都叫东哥，叫东哥是不是？为什么叫东哥？可以啊，叫矮冬瓜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我是乐山的，哇，还有家人们是乐山的，那挺好。那咱老乡见老乡，在这直播间碰到了也是咱自己的老乡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哎呦，晚上叫东哥。叫东哥妻妾，对的，但是是都是家人们的一家人，对不对？随便家人们怎么叫都可以啊，家人们啊。东哥也是乐山的，家人们。全网通叫东哥，好，陈经理，好的，家人们，以后家人们说叫东哥，咱就叫东哥，好不好？叫东哥亲戚。那以后我叫你，你那个最后的小名叫什么？什么小名？你我没有小名。你姓陈的，然后你后面的名字叫什么？你叫我陈大哥。我叫你陈哥哥吧。对对你别去。叔叔爱哥子们，我以后叫他陈哥哥吧，这样显得亲切一点。拉倒吧，一天到晚就整这些啊，没用的。陈经理，不能说你们在哪里，直播间黑粉很多。东哥是陈小东吗？陈小东又是谁呀、啊？不认识。什么陈小东？能陈小东啊？不知道妹妹呼叫东哥，东哥是我们易总，我们老大。对，易总，东哥是中国好老板。对的，王姐啊，王姐说的，中国东哥是东哥好老板。对的啊，家人们。我对你太想念，以后叫他老公了。易向东，老板叫易些东，不是易向东，家人们，老板叫易些东啊，不叫易向东。咱们老板是。晚上，他们说要是不叫东哥的话，那个啊、让东哥来扣我工资。咱们啊，老板是晚上都能查得到的，对啊，也没有说什么跟大家隐瞒什么东西怎么样子，晚上都有他的那个啊，但是咱具体就不聊，具体就不说啊，具体就不说，晚上都能了解到他的，家人们啊，因为咱老板是做企业的，他这边有很多企业的啊，家人们。然后湖南这边也是咱在这边创办了一个公司啊，创办了一个公司，然后陈经理现在在这边管理啊，家人们都知道的啊，但是有些家人们是不知道的啊，别在直播间说，咱不说，但也没事，对不对？咱怕那些东西吗？是吧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东哥是好商人，对的对的，对，我叫东哥，咱们老大是一个商人啊，咱们老大是一个商人啊。叫易东升啥意思啊？易东，什么名字都出来了，哇塞！家人们很多都知道的，但是咱就不说。陈经理，你少说吧，有黑粉他们说。人正不怕影子歪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阿姨莫管好你的嘴，听到了吗？我怎么管好我的嘴了？你叫我一下呗。哎，你不要去，咱要格局要打开，对不对？没事的啊，没事的这些，啊，东哥太棒，家人们都说以后叫东哥，对不对？那以后咱就叫东哥，好吧？但是我呢还是得叫他老大，因为他不管在工作方面啊，或者是咱们不在工作的时候，他更是我一个好大哥，家人们。因为
很多东西都是老板带我入这个行的啊，入这行的，所以现在陈经理也是跟老板跟着老板做事啊，所以呢家人们可以叫东哥，但是我呢都是叫老大啊，习惯了这样子的叫法啊，家人们啊，但是以后家人们喜欢啊叫什么都可以的啊，只要家人们喜欢，对不对啊，正能量，对的，来家人们，咱在公屏上扣一波正能量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，咱公屏上面扣一波正能量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必须的是正能量的，对不对，咱家人们都是正能量的啊，所以必须得是正能量的啊，对不对，哇你看咱家人都这么强，对不对，哎怎么了，我还忘了一个事情，什么事情啊，我你忘了什么事情，过来的时候你要走了，没走，我车上拿个东西，拿什么东西啊，拿个好东西，对，什么好东西啊，家人们，他要给我拿个好东西，他说他搞忘了，你们说他会不会拿个话来表白我呀，帅哥姐们，最近这几天易老板说陈经理也对我有点好感了，你们说他会不会去拿说话来向我求婚，是不是一个怎么让他我